大家好，我是高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很高兴啊，我很荣幸又来到这个人民收藏家老刘的这个博物馆啊。因为老刘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他的作品真的令我很感动啊。这一件作品呢，我是特意要让老刘搬出来的。我就指着这一些作品，我又请老刘啊给我们介绍介绍。老刘，这一些作品就是什么品啊？好像上面有一幅那个清明上河图嘞，这个是不是呢？对，是一个清代的秦法清明上河图，这个是就棒嘴瓶。棒嘴瓶啊？对。哦，棒就是一个棒棒的棒嘛，是吧？啊，棒嘴瓶，这个上面哇。这个这么高啊，上一次我们看的那个宝物也有好高的，那个是有一对了，这个怎么只有一个呢？这个只多是我只在外面看的只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有一对吧？这个我也具体也不清楚，搞不清楚。哇，这个应该也属于是个花瓶吧？是不是花瓶？真的花一样的锁瓶，也是个锁瓶嘛。锁瓶，锁花的是个锁瓶啊。哎，老刘，我想这一次考考你的眼力看看，我看的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差不多有八九十个没有啊？八九十个，有九十个没有？八九十个，九十有，多少有？三斤鸟吃鸟差七了。三斤鸟吃七。九十个应该没有。那你看这个有多高了？这个没有鸟。这是有八十，这是也有八十个吧？八十的没有，八十应该没有啊。这个应该这个五十多，六十，最多六十，这个只能。对，来，那你的眼睛，你是个魔教，你是个魔教出身的，我考考你的眼睛，你看的这里到底有多高？这里多高？六十个应该还是有吧？六十啊，六十个都多的，我也不。我觉得有八十，这个口径呢？你看这个口径有好高？口径在个十八九公分左右，这都不会，这应该这都不会超过19公分的。这底径呢？底径也差不多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哇，底径要小，稍微小一点啊，底径要小一点。这是上面真正看起来的话要17-18公分啊，或者17公分，17公分左右。哦，17公分左右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人民收藏家老刘，他是一个佛教出身啊，他对这个尺径的这个尺寸的比例，他说看的比较准。我们今天考考他的眼力啊。来，我拿个尺子，我自己拿个尺子了。我拿个尺子了，老刘，那你有个尺子，只能说，只能说自己看也不敢像别人看得准啊。但是六十个左右，我相信还到。你好舒服的这个口子啊。应该没有七十啊。看，六十个。哇，刚好六十啦！哎，你这个，你这个是个人气啦。一尺七八左右吧。哎，我都看有八十，你看的是。那我一看，看走眼了。口径光和18公分，口径光和18公分。这个是猜到了啊。那你这个那个眼的不是运气，你那个眼的是可以的。就是猜一猜嘛。下面底径看看，底径16公分，17公分。16-17公分。那你这个眼的是蛮好的啦。你是个魔教出身的。我以前举报的时候，我举报最后啊，举国我就不基本上不一定吃得了啊。你都快要看得到啊，那你很牛。以前不是真的很牛，那你真的牛。哎，老刘，你仔细介绍一下这个盆子是什么年代的？这个是清代的啊，下面有油块的啊。油块，来，我拍一下啊。看得好。大清前的捏制的块啊，这个是一个按规矩来讲是一个，我都不认识的，这个按规矩来讲是一个官窑器啊，官窑器啊，官窑的官窑器啊。这个是不是清明上河图啊？我看好像也有点像那个清明上河图啊，那个年月啊什么啊，或者三十呀什么部呀，或者这个是个清明上河图的，应该是。你看他们有些在这里赶集了哈，赶集啊，对啊，有什么干什么都有啊。对，看看，对一下嘛，应该基本上也相似啊，跟清明上河图基本上还是相似啊。这个是一个赏瓶，应该是个清明上河图。
本子一片，这个看下上面看，上面里面，哇，里面那么深啊！看底部，看底部。就是按规矩的讲，是一个官窑的那个，前两年做的一个官窑款啊。东西应该是一些好东西。老刘啊，这个你多人买了好多钱了。这个要多是花了2万多，将近3万块钱。哇，花了这么多钱！多是我看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些官窑的那个啊。你没上账吧？这个金币还是没问题的啊，但是我的这个怎么讲呢？只是讲不出什么故事来，但是真正看它的新鲜感还是金币说，因为也还是这点比较多。3万块钱，那你这个现在吃多少钱啊？现在的话呢，真正要发现到带的话呢，真正是前两年这的官窑款的话呢，是官窑的话呢，你这里能卖好几十万的啊。哦，这也是。反正你收了那么多东西，我看到你现在又没卖。对，这个多少运气好的话呢，也卖个几十万是没问题的啊。你接证可以卖多少万？多少斤？你接证了的，你说。我自己心目中也想个10到20万左右。10到20万，现在10多块钱的话。我的意思，你已经接证过了，这个能吃多少钱？这个最少不低于20万。哦，这个东西蛮值钱的，你要好好保管的，对对，好好的保管的。多少嘛？这个有折旧嘛？折旧应该一定要锁起来的，不能随便乱搞的啊。哦，真的真的，他这个本来是不能搬出来的啊，他全部是在展柜里面已经锁好了的。我们呢，为了这个展示给大家，近距离展示给大家看啊，包括你来博物馆啊，你来到这个老刘的博物馆，也不可能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去看去摸的啊，只是我们呢，为了展示给大家啊，老刘呢是无偿的啊，更新给大家看啊。至于我们对这个瓶子的什么估价啊，跟这个瓶子的这个解说，我们都是不是100%的，也是只是个大概率啊，敬请大家来谅解，因为这个人民收藏家嘛，毕竟是人民收藏家嘛，对这个故事还是靠大家来多多发表大家的意见啊，是这个靠大家，我们发到网上的目的就是能探讨，大家共同的探讨，对不对？你看大家共同的把这个瓶子是到底这个瓶子怎么用的啊，干什么的啊，是什么年代的啊，是仿的还是高仿的，那些问题我们都不研究啊，只要我只是看到老条收了那么多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我是从来没见过的，那些东西来搬出来给大家看啊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辛苦老刘了啊，老刘辛苦了啊，好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啊，敬请大家多多指导啊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啊，拜拜。